闻技术打造智慧家庭生活。海美迪视听机器人邀请您关注本期阿基全播报。每年总有那么几次，我们的朋友圈会被各种性格测试前世照片刷屏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在五四青年节当天，微信朋友圈被前世青年照刷屏了，朋友之间是玩得不亦乐乎。但是在发朋友圈晒前世青年照之余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会因此泄露了个人隐私？据报道称，日前推出前世青年照的软件已经收集了8000多万张用户照片。对此，有国内互联网专家表示，对于类似的特殊节日测试性格人品类的小游戏，可能会存在泄露个人隐私的风险，用户在分享之余更需要保持谨慎对待。而主导了前世青年照的天天 P 图则在5月7日早上在官方微博上进行了回应，称在此次活动过程中，他们完全不会使用或者记录上传图片的时间、位置等个人信息，也不会存储用户上传的照片，他们将会接受社会的监督。尽管天天 P 图出面辟谣，但小姐姐还是要建议大家不要被看似好玩有趣的内容冲昏了头脑，面对公众号或朋友圈中的一些不明链接要谨慎对待，稍不谨慎恐怕就不是隐私的泄露那么简单了。